去的地方，我又被消音了，我就去了两天，然后一直到了今天早上才把这首歌完成。那是因为昨天我有朋友很冲动的到行政院去，害我们整夜都没有睡好。对，大家应该都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啊。然后就是用了这首歌叫《我们都害怕》，然后写完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一系列的东西能够有让自己比较消化一点，我觉得这件心情让大家有点起起落落。那带来这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来，欢迎他。又去了哪里？